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尔克孜族的艾山托塔红，因为热爱生活和同伴怀揣梦想，来到江苏发展打拼人生。近日，中国新闻社记者用镜头记录了这位青年的工作和生活状态。在江苏省无锡市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，艾山托塔红和同事们正在忙而有序地工作着，检测、安装、出货。车间里的技术工人们对每一件产品认真把关，严格标准，确保质量。来的时候我不会，叫我问师傅老员工，我也慢慢学会，一个月然后我学明白了，都会了。现在我也老员工吧，我也徒弟两个三个。如今艾山托塔红十分满意手里的这份工作，他说吃的饭菜有家的味道。新疆里面一个月2000块钱，1500块钱，就这样的工作，即便可以4000多、4500，公司可以。其他大部分在新疆白面、抓饭，我们家的早饭一样的，吃就好的，我们满意。艾山托塔红希望自己能够多挣点钱，打拼自己的精彩人生。特别好着嘞，我们感谢。我们计划是好好干，准备什么时候开饭店。平时酷爱音乐和舞蹈的艾山托塔红，下班之后会约上好友一起畅谈音乐梦想。心之所至的他，还跟着音乐节拍秀起了家乡的民族舞蹈，唱着我们各族歌，我们民族的歌。我喜欢音乐，还是唱歌，还是弹吉他，都唱的歌，我弹了。